观众讲的。哦，二零想挖，又想挖，哎呦，他来送装，喂，来来来，追他，耶、yeah. 哎，加速追他，怎么是你死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是我死啊？我想说躲在那里出来，怎么是你死在我前面啦、啊？我等到冲下去，你怎么经过有一点恐怖？右边，好像太快，有点难瞄准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可是最好好玩、啊。有必要说在加速？我死在中间哦。在那边超好笑的，不会捡那个东西在黄色的地方。哎，被挖掉了，前面的巧克力跟那个、哦。缺几个？中间两个。然后家里还缺一个。家里缺一。好。铁了、欸。他们两个人哦。没铁了哎、欸。可以补，我捡一下啊！他们回去了，来来帮你加个速。哎呀，好好玩啊，这家。我补回来了，中间两个我补回来，家里面还有一个。好啊啊，那我挖个嘛啊，来不及。我补家里的。好，我觉得巧克力应该在喊，好烦的。家里补好了。那个巧克力在中间，巧克力在中间。哦，看到了。对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对，快死了。冲啊！巧克力来喽！本战神，先去撑一下。我们战神，我放回去了。哎呦，三下就死了。巧克力，喂，要跑，追他。他跑回去了，算了。应该碰一下荧光死的。对啊，你刚游过去应该碰一下。那游超快。超快。中间少一个。一个好，好。嗯，中间一个。我觉得我们有些假如要马上换的东西，可以放在外面的戒符。放在外面的戒符盒。哦，那个绿宝石的戒符盒、啊。绿宝石旁边那个戒符、啊。就偷偷放在那边。不要太明显的放。哎呦。巧克力又来挖了，巧克力又来挖，中间，我挡住了他一下。他又想游，想跑，我们是拿斧头，你想跑啊？有挖到一个就赚。好，我回去拿食物，没食物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家的都被挖掉了，假的，我们家都被偷挖了。欸对，家里被打了。我有，我有。家里被打。楼上。等一下，你们去，我去。楼上被偷袭了。汪汪，家里人。汪汪，没事。是啊。再买核心补一下。哦、好，我刚拿到了。家里核心。家里的我。挖到一个。挖掉两个，哎，谢谢。家里有三个。中间的核心也被挖光了、哦，旁边我都补完了，剩那个绿宝石的。好、啊，绿宝石。绿宝石有三个，还有这前面两个也被挖掉了。好，我去前面掩护哦。有，我在前面，200在前面。200打我一下就游回去了。我补。好。下不去啊！真的烦死了。哎、欸，有人偷偷来哦，底下，汪汪又来了，哎呦痛，汪汪过去了，来了，灭，不行，我现在被针对了，哎、欸，家里出来的，汪汪，他还没挖掉，挖掉一个，走超慢你这个，二零，我怎么打那么多下，对啊，不要，打好多下。20啊，中间20被挖掉的一个。好，我还剩一个。放一下刀。谢谢。各种进去挖。各种跳过去挖、欸。嗯。好，这个放完了。了我回去，我去。巧克力过去了。巧克力。巧克力哦。挖屁股。啊，他挖掉了，没事，我塞回来。巧克力要回去挖，哎呀，他要去我们家，打死他！我在前面阻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人在挖，哇！
挖，二零摔死了，二零摔死了。好好，没事，他们都没挖到。有挖掉一个。好，我回去换。应该写不多了。二零。啊、哦！我要没气啦！我吸一下。我回一下，回一下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汪汪应该会偷偷又跑去我们家。汪汪在，汪汪在杰克后面，汪汪在杰克后面。然后我们的中间又被挖了，走开了。二零零，走开！二零零不要。我换。二零零不要啊！中间被挖掉了，两个都被挖了。然后巧克力过去了、哦。好，我看他在挖我们战士。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！我快死了，在我们战神那边。是，我解决掉一个。带两个出门啊、哦，两个核心。嗯，飞铁。耶！再挖一个，再挖一个，再挖一个核心，再挖一个，再挖一个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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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。哎呀，需要资源。哎，三个，三个，我三个挖掉，挖掉三个，太开心了。三个分数。来啊！来啊！炸弹是你丢的吗？我。那个战神，我们这边需要哦，需要一个。战神，战神。嗯。汪汪来喽！中间，正中间，直走。战神我放了啊，中间分数少一个。哦。他怎么写这么多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我觉得汪汪真的写超多的，要打超久。我们他也是一般的钻石装而已啊，他要踩那个吗？特别难打哎、欸，他要踩那个。所以他来之前先踩。对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中间少一个核心。对，巧克力在，巧克力来了。一克给我，我换，去前面支。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没血了。快回来啊！我没有食物啊！救命啦！快跑啊！出门前面第右边第二个介符盒有事，跟一些奇奇怪怪。巧克力又在我们这边哦。第二个，左边，这个，还在挖。汪来，汪来，汪来了！一直在挖，一直在挖，在挖，哎。是了，哦好，没挖到。哎，我快死，哦，我死掉了。在哪？中间家里。嗯，中间前面。还可以再放核心那个吗？我来了，我带了。哎，分尸岛还没。喂、哦。巧克力。我的装备。嗯，巧克力走开了。看一下是。巧克力跑走，巧克力跑走了。他在上面而已，没跑走。为什么被放了他们核心？我被女巫打一下、欸。女巫打。领太多被打是不是？巧克力回去他们家，掉了他们那边有一个战神。汪汪死了，是领太多被女巫打。弄战神过来哦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不要啦，让我挖一下，让我挖一下，让我挖！哎呀，二零，然后想办法先把他们的那个战神挖掉吗？掉。好，我去想办法。二零应该快死了，已经打了很多下了。应该快死。有一个过来哦，好，那回去啦，去战神啊！还在挖我们的核心，挖核心，挖我们的战神，还在挖我们战神，挖我们战神。谁？巧克力，挖掉了。你挖我战神，我挖你战神。汪来了，坏蛋！我看到了，挖你战神，以牙还牙，下去，挖你绿宝石，你下去。战神我补，你下去。中间核心还有吗？中间核心没了，巧克力在后面，巧克力在后面，核心被他们盖着，小气鬼，有没有稿子可以挖掉吗？我有，好，挖一下，我再补，可以载在灯上面，哎嘿嘿，不知道，好了，巧克力来了，来了，底下有一个哦，底下有一个巧克力，先回家弄个装，他们偷偷把它打歪，然后，哎，先去摸战神，哎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他摔死了，他装备我们的了，装备我们的了。我去拿。回家拿装。有死吗？为什么没死？回归吗？啊、把他用回归吗？回归不可能。回归、啊。有可能。没死啊！可恶。没有讯息。哎呀，八七。
哎，你怎么摔下去了？什么是你摔死？就是叭叭叭叭叭叭，所以就对，就叭叭叭叭叭，会叭叭叭叭叭。二零零，真的霸气。要换什么？空调连接。看。压分祭坛可以再换了。好，快快快！好，我要压力板。刷新、欸、过不去哎、欸，会不会多一点？难。啊，好痛啊！快死啊！痛啊！呜！汪汪汪汪，在我后面。巧克力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啊、巧克力！是外侧的生命，有人在打我们那个。我们的那边挖是不是？对，它那个核心扩展条好像是，如果我们被挖的话会减少，是不是啊？刚看它瞬间减少了一小格。我放东西了，你被爆了！哇，他们好多人在打我啊！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买食物，我要回去拿食物。又变少了，又增加了。对、yeah. ，在扩大，我在扩大。嘿、okay. ，他们来了、哦，中间。好，我来了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汪汪去挖，我偷挖你东西了。汪汪去挖了，他挖了，汪汪来挖了。汪汪正在挖，正在挖，我挡不住，我挡不住，我挡不住。巧克力在这边，巧克力在中间，巧克力在中间。巧克力在哪？是啊，我在家。还是被挖掉了？挖死了，巧克力在中间，我们桥那边，我们的桥那边。哎，他想处理我们的那个骷髅，啊死了。我再一样再去挖，分数我补回来。哪里有缺吗？你赶快挖，你赶快挖。我可以用那个我战神哦。挖掉了，巧克力跑掉，巧克力跑掉。我补回来，我补回来。巧克力、啊，可以，巧克力。哎、欸，光光死，摔死了。注意啦，我刚才炸他，我就在炸他。确定？应该是在我这边摔死的。有没有稿子来帮忙挖一下中间？我有。我有，我回家换那个。哦，哎呦，大故障，那个，对不起，车，中间两个是，中间一，中间两个，离他们那一侧用好了，好，缺几个，缺几个，讲讲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靠近我们这边被挖，对对对，中间的要两个，中间的要两个啊，等一下我铁不够去拿一下。我有，我放、哦、我放，哦你放哦，好，我刚好两个，我刚好两个，那我存铁就好。感谢捧花，感谢捧花，感谢感谢礼物，感谢礼物。然后家里外面最左边缺一个，缺一个，好，嗯，那边那边这个方向缺一个，好。这有没有人偷摸？汪汪又想偷摸，走开，走开。有人进来跟我讲一下哦。我在家。走开！我看到锋利一的东西在家里啊。我没食物，好痛！汪汪来了，挖掉一个。他们绿宝石全被我挖光，然后积分加分的挖掉一个。好，哦、好，好。中间要被占喽，中间他们开始换了。好。穿个衣。啊，换掉了，来不及。中间三个，好多人，好多人都来，他们都来了，他们都来了。巧克力进去了，巧克力跑进去了。他买那个炸弹。耶、yeah ！打死了，炸弹。他回归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又一个来了，又一个来了。好好好，汪中间。哎、欸，我完全就是一直攻哦，我就没有帮忙。要不要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穿个钻石装、啊？因为现在钻石装也不缺了。对，没关系，我这样还是可以挖到几个。没有绿宝石很多啊，你可以多用一点啊，可以多好埃及一下。嗯，不是我跟你一起，我跟你一起冲去挖中间的他们家珠宝。挖珠宝、啊？对。其实现在差1100了，差1100哦，那要稳吗？我觉得顾好就好了。好，对啊。嗯。战神被挖掉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个戒符棒里面我有放那个好一个核心。怎么硬啊？战神，战神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战神效果。
我再补那个进去，你自己去拿哦。感谢帮忙。有，我有，我补。好，补了。那我继续放在那个接符盒里面啊。中间的被他们挖走，中间两个。好，给你，在这的话给你，在地上。哎，那个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来了。他想挖家里，他想进家里吗？他走了，他传回去了。哇，好快哦！气啊，恐怖！要支援就要马上支援啊！轰炸兵是不是？没看到人、啊。我刚直接炸他，把他炸回家。他炸两下，他赶快丢回家了吧？嗯、对，吓死！啊，那你我顾一下，我顾一下，你换。好。现在缺什么？你愿意看愉悦？你要换剑吗？换武器。那个剑符盒里面有风二。风二剑符盒。风二那个